中国我所采取方阴与阳的中国要如何定义中国定义中国人对不同的人内与外有不同的感受观察阴与阳阳与阴又是并不互通转化这是哪里判断能是能与无依从的两类标准天与地日与月男与女刚与柔阴与阳至少各有千百种奏词阴郁阴柔阴暗阴晦阴深阴沉阴险到底哪一个形容词可冠在中国与中国人之前我只是好奇为什么阳物要用阴经之名把女性的生殖器叫阴道进而在人格上弱化否定他们阴曹地府何其覆面然而我们又立足于受阴的大地上理论上北方寒冷为阴南方温暖为阳而江阴华阴都处在温暖的南方阳的昼词为何比阴的昼词要少绝大多数用于地名尽在河南一省洛阳安阳南阳荥阳濮阳淮阳阴阳阴阳它的旧地还包括襄阳朝阳云阳渔阳洁癖阳意味着暴烈好战每一区都是万能坑携我中原的古战场朝阳骄阳残阳斜阳可见阳刚之气不可就此夕阳西下但巧人在天涯天地间最阳者莫过太阳而自称太阳的人仿佛来自河岸地狱的魔王俗话说强之其举弱之其丑让他们逞强去吧我们也不甘躲在草堆里活着一切阳长之物最终都会折身消亡投入到阴的怀抱中当有人形容阴郁的长江时我就在想浔阳楼与岳阳楼又如何对抗万里之流